前一天我先回去反省了一下，然后所以第二天在上场前我就有先缓和自己的情绪，就是让自己比较冷静一点，跟我其实在上场前有先想好我要怎么做。教练，我是蛮期待这一组的，因为这两位都是我们全明星运动会都有在里面的选手。嗯，星体，我记得他以前的称号好像是什么生化人，我有看到他在我前面。钱姐，你这样一说，我发现星体的在行进间的那一个转换步伐的速度很漂亮。哦，我也觉得。他都没有任何的刹车的过程中在转换方向。是，哦，这个是之前可能就接触过的运动的项目，所以可能有一些训练的底子。对，所以他在刚刚在跑的秒数应该蛮可观的哦。对，而且在动作上，这个整个观赏性也很不错。就是他们突然两个人上来之后，会有一种压力，真的干嘛？那不能撞到他们，要小心。嗯，好好玩哦。好，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出现一个高标了，这一组两个人都在13秒咯。对，子欣是 13.87 秒，星体已经破了尤安的记录 13.28 秒。星体，刚才教练很欧露你，就是在行进过程中有像在曾经在草皮上跑过的感觉，所以你们在跑动的过程，在转换的方向会比其他人还要更顺畅。你们所有的转换方向是没有在降速度的，嗯，这个就是你们很棒的优势，所以你们的秒数真的很可观，是不是？听说还是为你带来很多优势，对不对？很棒很棒，目前纪录保持就是星体喽，很棒很棒。以前可能有在草地上跑过的经验，或者是一些运动帮助我，无形中帮助我的一个能力，这样子，我就是专注在躲避人，不要撞到他们，然后往前冲。Friday.